这里是一片雷区，几十年间将近上万颗地雷被埋在这里，但这两个士兵偏偏不信，有说有笑地穿过雷区。然而下一秒，坚强哥想救同伴，然而他自己也踩到了地雷。同伴双腿被扎得血肉模糊，躺在地上痛苦惨叫，他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，于是绝望地掏出手枪。坚强哥迅速调整心态，告诉自己保持冷静，他深呼吸一口，然后慢慢蹲下身，拿出小刀戳了戳脚下地雷。完了，但坚强哥不能坐以待毙，他要赶紧拿到无线电通知部队前来营救。可是放无线电的背包在尸体旁边够不着怎么办？坚强哥急中生智，扯下鞋带绑上战斗服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终于他成功了。但天意弄人，无线电是拿到了，电池却在同伴口袋里，坚强哥够不着，只好翻遍背包，还好有个太阳能充电器。充好电后，坚强哥跟部队取得联系，然而部队却说这个地带会有沙尘暴，直升机不能开过来，最快的方法只能等待救援车过来，但最快也要等52个小时，这一下真的要完了。一个人脚踩地雷，不能随意移动，没有充足的食物水源，还身处荒漠，52个小时，这要怎么撑下去？很快，坚强哥听到异动，他转头一看，惨了，沙尘暴来了。他凭借野战经验，迅速围上口罩，背好背包，再把枪当作支点，等到沙尘暴袭来，死撑住地面，保持平衡。他不能松开左脚，不然就真的完了。好在沙尘暴放过了他，没过多久沙尘暴就停了，坚强哥成功撑了过去。得益于沙尘暴，同伴的尸体被吹到面前，电池是拿到手了，但无线电却被吹远，难道上天真的在和他开玩笑吗？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，坚强哥就被烈日晒得满脸通红，最后一滴水也被喝完，要是再等下去自己也性命难保。他往天上开了几枪，但没有得到回应，坚强哥有些绝望，他也不想活了，举起手枪抵住脑门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却出现希望，是远方村庄的村民，他走着奇怪的路线来到坚强哥面前，好像知道哪里藏有地雷。村民拿走他的水壶，要帮坚强哥装水，他见此情景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帮我把无线电也拿过来吧。村民却不理会，直接扭头走人。村民没走多久，他的女儿就过来了，女孩绕过地雷，将装满的水壶交给坚强哥，让他成功续命。坚强哥坚持着让女孩拿来无线电，对方却依然不理会，直接转头跑走。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无线电这么近，却不愿帮忙拿过来。很快夜幕降临，狼群随之逼近，野狼叼走了同伴尸体，坚强哥也被盯上。为了活命，他立马开枪驱赶狼群，其中一只野狼不慎踩中了地雷，猛烈的爆炸成功吓退了狼群，好险。第一个夜晚惊险度过，村民也再次出现，对方惊讶坚强哥还活着，便鼓动着他往前走一步试试，但坚强哥哪里敢动，就算是埋了几十年的地雷也只有 7% 的几率不会爆炸，但万一赌错了自己就没命了。村民看他实在可怜，只好帮他拿来无线电，还说起了自己的故事。村民有个女儿因一次意外被地雷炸死，就连村民自己也没了条腿，因此他十分痛恨当初埋下地雷的士兵。而之前坚强哥看到的女孩其实是幻觉，女孩就是村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村民的恨意也不再强烈，但坚强哥是名士兵，他唯一能帮的就是劝说坚强哥让其往前走一步试试，万一地雷失效呢？说完之后，村民就再也没有出现了。此时的坚强哥已经在雷区度过了24小时，没有食物，只能抓蝎子吃，把尿当水来喝。他的神志变得模糊，开始自言自语，甚至出现幻觉，死去的同伴变成活人站在面前。坚强哥努力保持清醒，顽强地待到第二晚，此时狼群再次出现，而这一次野狼没有给他好脸色，直接冲上去狠狠咬住了他。坚强哥很坚强，挥舞着枪支不停砸向野狼，哪怕野狼再多他也毫无畏惧。终于狼群被消灭，坚强哥再次度过了一夜。他已经在这里待了45小时，距离部队营救还剩7个小时。然而事与愿违，部队发来无线电，由于部队还在作战，营救时间不得不推迟17个小时。17个小时，这换作任何人都坚持不下去。坚强哥很绝望，老婆还在等他回家，难道终究是要阴阳两隔吗？此时坚强哥频发幻觉，他看见父母，看见老婆，开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时间一点点流失，无线电传来消息，部队终于来了，但他们不知道坚强哥的位置，必须让他发射信号弹，虽然信号弹就一步之遥，但坚强哥根本够不着，这可怎么办？要是不发射信号弹，自己待了这么久还是要没命。他想起 7% 的地雷不爆炸几率，万一赌中了呢？坚强哥抛开一切杂念，决定赌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他慢慢地松开了脚。
地雷没有引爆，坚强哥活下来了。他立马爬过去，刨开沙土，定睛一看，这颗地雷其实就是个铁罐子。上天真的很会开玩笑。坚强哥倒在地上苦苦作笑，笑自己太傻，笑自己还活着。他点起了信号弹，部队穿着防爆服赶来营救。坚强哥在这片雷区度过了整整62个小时，终于活了下来。先前的村民让他往前走一步试试，或许就在暗示那不是颗地雷，所以在任何时候，不论你身处何种险境，都可以勇敢地迈出下一步，即使是失败也好，不然就只能在痛苦中打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部电影叫做《亡命雷区》，欢迎关注科幻战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